大家好，又是罗赖圈会客室的时间。今天请来的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李中德小学的周校长，不过我习惯 Alan 是吧？是啊，你好啊，周校长，我都是叫周校长一点。那第一集呢，你就跟我们讲了面对一些即是不被看重啊，或者被遗弃的学生啊，怎样去面对他们呢？他们有什么特质呢？那今集呢，因为很多是这样的家长，有些我们作为家长的话，你说好要入到他的心里面，入到他的心就讲到沟通，怎样跟他沟通，要一种怎样的态度呢？想请教一下你。我自己作为接触这班迷途失丧的羔羊都很多，很多时候呢，你跟他聊天，其实他是他跟你未有一个信任关系建立之前呢，他一定采取是很敌视抗拒，甚至乎呢可能塞埋半边耳仔，不过他就用隻眼去观察你，究竟你是不是真的想帮我，或者对你还是没有信心的时候呢，他是有一种挑衅的态度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呢我们跟这一类小朋友接触，最重要就是听他说，耐心聆听。我想第一步一定是，但你问他最初他都未必答你的。是啊，怎样啊，这牌的嘛，所以你要陪他一起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你要跟他一起，让他多些见到你的存在。譬如、okay. 如果我，因为我不是班房老师，我是校长，是所以我很多时候在学校所有的范围出现，包括他们活动的地方，休息的时候呢，早会，如果有早会的话，用早会时间多一些现身，让他知道这个是什么人物。讲的说话很多时候都一定是讲一些正向的一些讯息，但是呢亦都可以呢是令到他感觉到呢，从面对面见，从不在这里见但是又有你的存在的东西都可以影响到他的话呢，不妨做多一些。譬如举个例，我在红磡那间校呢，我先令到他感觉到我愿意聆听呢，我就真的要找一些同学仔作伴。譬如见到有些容易接触的，先找那些同学仔倾下偈，起码等其他那些稍微敌视啊，仲系怀疑你那些，是知道原来你是愿意同我班年轻人倾偈。由那度呢令到他看到之后呢，他就开始，咦，都不是，这个人都好似有些同学仔都愿意。仲要通常他最好找啲咩难搞那些，那些入手。是啊，很有挑战性的。很多时候呢，那班是大恶来的。通常呢就在个会场里面呢，是要制造一些麻烦给你，要理理他。你是真的不要介意，不要不理他，真的理他。吸引注意嘛。正面的方法去令到他感觉到你注意。譬如有个学生帮你讲嘢，好嘢咁。哇，他其实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想告诉其他人我在这里。我当然是扭起。我说不要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不过一阵我跟你倾偈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就是这样。个动作一定是这样。但是你真的找你倾偈，他是想跟你倾的。口不对心。同埋呢，我不是找他上堂时间，我是真的找你休息时间。我不阻你上堂时间。但其实他很想我用上堂时间找他。因为那个时间他不想留在课室，宁愿走出来的。但不要緊，如果真的有同學仔因為有些行為問題，因為被人罰完要走下來，我就寧願走去接觸這班人，就跟他們。所以很多時候我要找機會跟這班人接觸，是我去主動，就不是他來找你。如果是這樣，我覺得家長可以這樣做。譬如說自己可能跟仔女的關係比較緊張，那你越找他傾他都避的。是避的。但是如果家長跟學校接觸多一點，又或者聽到個細路問他，啊，你喜歡哪個老師，哪個老師比較特別，有機會找一下個老師。我有個分享呢，令到你都應該可能跟家長的溝通或者是有些幫助。是講很多時候呢，這些越曳的細路仔跟家長的關係一定越差。是的。那其實呢，我不用問的，其實我接觸得多我知道的，家裡跟這個小孩的關係永遠是對罵，一定是對罵，鬧，那種的氣氛是最多。所以如果我找到這個小孩有些好東西，他在學校慢慢慢慢改變，我一定通常第一個動作是做什麼？找家長來，在他面前讚他的小孩。因為這樣，只有這樣
才能夠令到個細路仔攞翻佢自己已經失去咗個面子，嗯、因為佢好多時喺屋企係冇面，佢都唔係人嚟嘅。嗯，可能生只狗好過生咗你啦，叉燒都好過你啦，係咪？係。可能係呢啲説話聽太多，原來唔係佢喺另外一個環境，原來佢有啲嘢咧係可以讓人欣賞嘅話咧，由呢度開始扭轉佢喺屋企人嘅印象嘅話咧，可能可以有得救。有得救，有得救。嗱，你令我想起咧，其實我教咗十幾年寫作班，咁有個學生咧好攰好曳，但係咧有一堂咧突然之間寫童詩寫得好好，嗯，咁又完咗咧，我就話邊個接你？佢話阿媽，我話我想見佢，唔好啊咁啊，咁我就好堅持，等到最尾佢阿媽嚟，第一句我話。哎呀，仔話你想見我啊？佢衰又衰邊科啊？咁啊，梗係呢句。係啊，呢句一開始就知道關係係點。係啊，我話唔係啊，佢好邊科，然後就將首詩俾佢睇。嗯。睇完，我話你個仔寫，咁佢成個咧，即係我諗佢驚訝。係啊，阿仔乜你識嘅咩咁啊？咁我諗好好，即係無論點，家校合作係咪？作為父母嘅你可能好懵，咁啊睇下有冇機會。如果學校有老師能夠鼓勵你個仔嚇，去多謝佢，去喺嗰度學下。當時我諗有兩個 ADHD 學生，自由我諗小學開始已經俾屋企即係鬧到傻噶啦，唔使問，冇事停，唔使喐，家長老師投訴，家長去真學校俾人鬧，係咪？但係嚟到我嗰度咧，我知道呢兩個 ADHD 咧，同埋嗱知道呢兩個最中意打籃球，嗯，我就揾多啲機會俾佢玩。我哋下一集再講，好，因為呢兩個故仔我諗有排講，亦都一定有咁嘅家長，好唔好？大家留意下一集啦。